阿蕭山呢個八字裏邊嚟講咧，佢係大暑前一日啊，大暑前一日，因為咧火腿氣嘅火腿嘅未退，以金為用。咁但係我哋睇翻，當佢大運陰年而逆排嘅時候，阿蕭山佢咧一路行火運行木運嘅，我哋叫做。但係如果我哋有留意嗰啲娛樂新聞嘅時候，你覺得蕭若愚先生人生係咪真係冇運行呢？咁我係覺得唔係啦，我係覺得呢樣。